2019年9月7日晚上，伊朗革命卫队炮击不明飞行物。这段视频展示了伊朗防空炮兵如何在位于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萨拉万市上空的一架不明飞行物作战。本视频据传由伊朗革命卫队视频拍摄，非常珍贵。萨拉万是伊朗的城市，位于该国东南部，海拔高度1168米。从谷歌地图来看，该地区比较险峻。有人认为也可能这段视频是伪造制作的，但是视频中可以清晰地听见有人高声呼喊 UFO。似乎我们能确认炮击者是知道那个东西是不明飞行物，但是他们仍然毫无畏惧地对不明飞行物猛烈地开火。对于军队而言，只要闯入了军事禁区的不明飞行物，执行命令是第一的开火，不管你是人类或是外星人。但是这个不明飞行物真的可能是外星技术的产物。在这个视频中，这个明亮发光的 UFO 移动得非常之快，非常灵敏，不像是无人机。在视频中可以发现 UFO 在高射机枪或者高射炮射击中有加速逃逸的动作，其飞行速度甚至超过了子弹的速度。一般的手枪子弹初速就已经可以达到超音速水平，而动能更足的步枪子弹速度更可以达到两倍音速以上。而通常14.5毫米的二连或者四连高射机枪，子弹的速度更能达到900米每秒左右，是音速的3倍。可见 UFO 的速度极快，绝对不是无人机。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过 Fast Walker。Fast Walker 是北美空防司令部和武装部队分支用来描述高速运动或改变方向的远程空中现象的术语，远远超出当前人类航空航天技术的能力范围。根据已经观察的事实发现， Fast Walker 可以循地表网格巡逻，可以90度直角拐弯。这些 Fast Walker 具有人工制品的形态，超快速度，智能飞行模式，是 UFO 存在的客观证据，无法用自然现象视觉误差来解释。如果不是人类秘密拥有，那就是地外文明的。最主要的一点， Fast Walker 快速行走者的一款主力造型也出现在这段视频中。这种半月形 UFO 曾经在视频中仔细研究过，我们可以对应比较一下两者的高清图片。图片中出现的两种不明飞行物和本次视频中的 UFO 造型十分接近。该不明飞行物在枪林弹雨中不去交叉火力，自如地来回穿梭，可谓闲庭信步，甚至有挑逗的意味。视频中 UFO 的光亮度明显比快速行走者要粗壮，似乎开启了防护能量罩。下面的影片我们可以看到 UFO 具有磁力防护罩的能力。UFO 的推进具有两个系统，用于太空旅行的离子推进装置和用于行星大气内部的磁推进装置。UFO 被磁场包围，造成了飞船附近的许多非自愿事故。磁场也可以被引导，从而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类似于通道极光。外星人可以使用这种武器来摧毁导弹并击退攻击。这种强大的磁场也可以让飞船必要时产生光学畸变，甚至使飞船可以隐形。曾经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在朝鲜战争期间，1951年春天，美国陆军步兵第25师27营和第2营在军事地图上被称为铁三角的地区，他们看到天空有橙色发光球体，让美军任意射击。随后这些飞船发射了射线攻击士兵的事件。1942年2月24日午夜爆发的洛杉矶之战，大概也属于记录人类大规模和 UFO 交战的事件之一。此外，各国空军和 UFO 交手的事件也偶尔有发生。例如1976年9月19日凌晨，伊朗空军的 F4 战斗机在德黑兰以北和 UFO 交战，电子设备遭到锁死，导弹无法发射。再比如1980年4月11日的清晨，秘鲁首都以南1000公里以外的空军基地，
一架战斗机在追赶一个 UFO 并进行攻击，但最终这架战斗机并没有击中 UFO。 本次影片中的 UFO 是属于美军的吗？还是属于来自外太空的飞船？这个世界太大，秘密太多，那就让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欢迎订阅，期待你的留言。